我挑一个我最喜欢的绿色吧。绿色是吧？好，您稍等啊。多加点粘土。这边也切掉，哎，再插个小棍儿，来，大仙儿，给你啊！哇，这个披萨糖果也太好看了吧！来，给你夹，给，拿我一块。大仙儿，这个糖只能看不能跳，知道吧？多帮我宣传宣传。好，胖妞糖果屋开业啦！哇，大仙儿啊，你这是什么糖啊？好好看啊！必须好看啊！这个是披萨糖果，是胖妞卖的。胖妞在哪卖的？在这边。哇，好，谢谢啊！你也太厉害了吧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糖果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粘土糖果我做的特别小，而且可以长期存放。哦，那我回去以后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。行，调查，一个粘土糖果是一块钱，总共16个可以算15好了。行，来，这是10块钱，随便找啊。